我们现在开始上常见的酸，我们要介绍一些酸，然后请你把它的性质背下来，背起来就对。这边都是背。第一个是问你的生活经验，吃过柠檬、葡萄柚、番茄或醋。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 叫做抗坏血酸。吃太多胃不舒服。被蚂蚁咬，蚂蚁咬里面会有所谓的乙酸。运动过度感到肌肉疲劳，这个在生物也会学过。我们这些无微博的泥浆都是跟一个东西有关系。洗厕所脸盆后面会浇这个叫做盐酸，盐酸 OK， 他们都是跟谁有关？都跟酸有关，这些都是。但是你要注意那个预测清洁剂啊，厕所里的东西不见得是酸，有的是碱，有的是碱，然后是这样给你简单说预测一下，其他的都是有酸的成分，其他都是有酸的成分 ，OK。酸与碱，这边教常见的酸，后面教常见的碱，可其重点都是什么？第一个通性，所有的酸都有什么性质，所有的碱都有什么性质，通性。第二个个别酸的，比如说我教硫酸，硫酸怎么样？比如说我教氢氧化钠，氢氧化钠怎么样？个别的特性，还有颜色啦，有特点啦，有特别注意事项之类的，就是你要忌讳。好，第一个要教的是酸的通性。第一个，所有的酸都会解离出氢离子。古时候曾经一度以为所有的酸都有氧，所以日文还留着把氧叫做酸素，后来发现错。不是所有的酸都有氧，而是所有的酸都会解离出氢离子。这件事情在未来会用到，所以所有的酸都会解离出氢离子。酸的通性第一点，所有的酸都会解离出氢离子。第二个，酸有腐蚀性，尝起来有酸味，不要轻易尝试。你不要说你去尝看硫酸有没有酸味，硝酸有没有酸味啊？吃醋就勉强算了，醋还得看情况，吃醋不见得一定是没事，因为有的醋会很浓，很浓醋是不行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叫你不要轻易尝试。然后再来就是这是重点，直剂变色，酸碱都会是直剂变色，我们古时候背过了。停车站借问变成什么颜色？第一个站起来就随便挑，然后能挑的越来越少。能挑越来越少，来站起来随便挑一个告诉我，你要挑石蕊、挑酚酞、挑酚红都可以，你告诉我你要挑谁，然后变成什么颜色。来，小女生，五号，五号，挑一个，你要挑一个石蕊、酚酞、酚红还是广用石蕊？酸中什么颜色？石蕊这张什么颜色？大声讲，讲啊！你刚刚讲的对的啦，你刚才讲的是对的啦，大声一点啦。红色，请坐。石蕊在酸中是红色的。剩下三个挑，剩下三个挑一挑。来，帅哥男，推这里好大。帅哥男，二九，二九，再挑一个，剩下酚红、酚酞跟广用。酚酞酸中什么颜色？蓝色吗？要不要换？不换，请坐。酚酞在酸中是红色，还有一个酚红跟广用，基本上没人考过酚红，我有教，但基本上没人考过。但广用偶尔会有人考，来，请问你，可爱小女生，不要再玩耍了。十号，十号，十号，剩下一个，不知道，你都不挑啊，男生，二，二十二，举例挑一个。看你要挑酚红还是要挑
广用，广用什么颜色？红橙。红橙，请坐。红橙黄叫做酸性，越偏红就越酸。最后一个叫做分红，基本上考试没人考分红，但是我上课有教，你记得什么颜色吗？记得。六号，啥颜色记得吗？什么颜色？我听不见。绿色，请坐。不是。考试常考的是石蕊跟酚酞，然后偶尔会有人问广用，基本上分红没有考过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给我把它背好，它的直剂变色，所以酸碱的通性都是会使直剂变色，变成什么颜色要背，这个在常见的碱会再问一次，问你碱中颜色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活性大的金属加硒酸会产生氢气。氢气，那什么叫活性大？就是活性比氢大。啊，我这里写后顺，就是以前课本次序的关系，我们已经教过了。我们前面教氧化还原的时候已经教过了那个次序：钾、钙、钠、镁、铝、碳、锌、铁、锡、铅、氢、铜、汞、银、铂、金。活性比氢大的就叫做活性大的金属，加硒酸会产生氢气啊，钡。还有另外一个通性，啊。这是另外聊的时候，金属跟硝酸会有这个不太一样，那不要理它。我们国中基本上不问，这个，所以可以不用太理它。另外一个叫做这个，碳酸盐加硒酸产生二氧化碳。什么叫碳酸盐？碳酸叉叉，碳酸镁、碳酸钙、碳酸钠叫碳酸盐。碳酸叉叉，碳酸盐加硒酸会产生二氧化碳。这是两个重要的通性，请你记好。活性大的金属加硒酸会产生氢气，碳酸盐加硒酸会产生二氧化碳。古时候上学期讲做二氧化碳就是碳酸钙加硒盐酸，碳酸钙、碳酸盐加硒盐酸、硒酸产生二氧化碳，就是我们要背的事情。OK， 以上是说明有关于酸的通性部分，请你把它记好，尤其是一个指示剂的变色，我们会不会要用到？谢谢你。好，这个反应哪边学过？我刚才已经报过答案了。你什么时候学过这个反应？我刚才在讲解的过程中，我已经报答案过了。啊，报答案过了。来，我们应该要找的是男生女生？女生。女生，十二号，小老师大人，起立。不用这样，什么反应了？你学过什么反应这个东西啊？我刚才讲过。找男生啊。啊？质量守恒学过产生二氧化碳了。谁加谁会变成二氧化碳了？我刚刚怎么讲的？我要放弃你吗？快点啦！我刚才讲了谁加谁啊？你当初在学制二氧化碳的时候是谁加谁啊？大理石的化学式化学成分，请坐。碳酸钙加硒酸，不是以前就学这个，大理石就碳酸钙，就碳酸盐，然后加硒盐酸、硒酸产生二氧化碳。我刚刚在跟你讲过这个啊，我在问之前我就刚讲完啊，刚跟你报过的答案啊，就这样子。反正就是记得，还是那句话，请把通性记住，请背起来。OK。